道，你讲，这是你家事嘞？挂。好好啊，讲，哪得个安尼起卡动手？是啦，啊你若要教死囡仔哦，嘛都爱听伊将原因讲予伊完。完道，你讲，啊你是安怎甲恁小妹冤家？迄是因为阮阿公伊真钦佩阿哥，以后要亲像阿哥共款。这哪有啥物好冤？因为阿娘伊讲。咱为尊来意，女为婢，团庄接待好孝心。是着女哩，是嫁了米，全无要求。想安尼甲囡仔讲安尼啦，我无啦。啊你，伊有，你常常安尼甲阿爹讲。嘿，我是咧讲无囝，唔是咧讲阮啦。嗯，也唔是同款。小妹，以后伊若亲像阿哥同款，我唔着爱伊伫饲呀。你明明有讲过，钱是后生的，应该顾好啊。你看，你常常对我讲的沓沓滴滴，伊拢听入去啊。文言的条。出得多吼，安尼就好解决啦。也及时道歉，也袂忘，也应该另外忘公人。阮道啊，用心看家，多叹细汉。这边的代志，无定着是一个转机啊！予你会用好好反省，看清楚家己现代的影响力。心，心呀。
咱种人已经是开袂少钱呢，现在又搁有和尚，就爱中暑，这嘛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冰塔罗，不是出去冒看呐？是啊，也不过就唔知会顺利无啊。一切虽然，恁就放心吗？我相信，只要有好的愿望，天助自助，一定有人助。嗯，我等。找到桂林相助啊！这是嘞，嗯，来带我行，好啊，行行。恁看，什么人来？阿爹，阿娘。那是恁，恁哪来吃？哈哈哈！你在讲迄个桂林，原来就是阿爹干阿娘哦。莫客啊，这边你就又唔对咯，唔是阮，是伊。是阿嫂，你就是要赞助阮的人？是啦。莫客啊，啊，唔知影是毋是会当予我尽一份的心力吼？这，过去是。奇怪，你一个人的转变哪会这么大哦？对啊，讲起来实在是真惭愧，我无做好一个母亲的模范，才会让我的子有样看样，差一点仔就粗心大错。在伊的身上，我嘛看清楚我自己的过错，嘛是恁大家让我知影。玉旨自扫墓。
因不可能得保全。我受过自私自大，完全拢无想到讲灾难若发生伫我家己的身上，会有甚物款的后果。这摆的教训，使我彻底反省。我嘛想要像恁同款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讲好话。所以，这边重建佛塔、做佛像的代志，母亲啊，你是不是也会当给我尽一份的心力哈？当然欢迎，是阮求之不得啊。不过，阿嫂，重建佛塔。为心为了难避免，六爻顽强思多心，愿用一生做他妻。是安尼，你就是我第三十三个好姊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多谢你。莫徛路，一三十里路，发心修建宝塔，以此显现，得生苏弥山顶土地天。莫徛为天赐地仙，吉祥明显见。吉三十地年，为夫神，吉三十地天呐、啊。世尊。不知地食天主的世界是何模样啊？我三年多里天宫显见相，为庙莫亚夫人说话，必须。Thank you.
城为表说法，这是青剑如来体会生活真可贵机会，咱绝对袂用错过。啊，恁看，世尊来了。梦说啥？世界六尘动，我靠众生欢迎拥，欢迎拥。恭请摩耶夫人。亚路道生地识天以后，伊不忘初心，成为永护佛法大天尊，为殿肃杀一万三界，无非是过去定修福音现家吧，才有如今无限的宏光啊。如定佛祖动地，天皇又调乡亲，令数功德显见，欲免性急力衰，精进修持。东来呀，天上的福报嘛是靠自身点滴的累积才能成就。世尊开示，意味深长啊！五殿经文赞佩不已，应当多加学习才是啊。感谢世尊开示。现在，33个那共同。一心嘛，安尼呢来做塔，吼修庙做塔，那雕塑金身，伫迄个所在呢，本来是一个荒废的地方，变成了呢是一个真正的周围啊环境优雅呢，了后呢
33位过了后，因这个福啊，所以生在脱离天。脱离天一天，咱人间几天啊？100年哦，哇！在迄个所在享受啊，寿长啊，所以只要咱愿意受福哦，会当布施乞丐。那乞丐的内底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忍辱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戒律呢，咱拢会晓修得好来呢，自然呐、啊、都有。真多的因缘在咱的身边啦、啊，总共一句：学佛总是爱大声去掉了咱的心欲，咱的心拢爱清净，这个欲心，这个心啊清净，这就是表示讲，咱的身心清净，才有法度呢接受佛法吼，这种微妙。法啦，这一趟入心。我心